为了营造让所有地球村的人都不感到孤独，能平安生活的世界，以母亲的心给受冷落的邻舍栽种希望和梦想的张吉子会长。会长数十年如一日地为邻舍服务，那实践分享与付出的生涯，成为了抚慰邻舍内心、营造温馨世界的坚实基础。张吉子会长创办了国际 We Love You 运动本部、全球福利基金会，致力于援助社会弱势群体，营造无差别的温暖社会。女性是生命的基础，开展保护女性人权项目，开展帮助儿童和青少年的援助项目，开展保护人类家园的全球环保工作，谋求全人类可持续幸福的国际和平协作事业。像这样，张吉子会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各种福利活动。张吉子会长每年举办新生命爱心家族徒步大会，支援福利弱势群体。会长将那些因贫穷和疾病受痛苦的地球村邻舍的现状晓于世界，以母亲温暖的双手抚慰弱势邻舍的疾苦。우리는인종과민족의경계를넘어서지구촌어느곳이든소외된계층외로운이의웃고단한삶의무게에짓눌려사는사람들을돕고외로운그들에게다가갈것입니다수고님들많아요다시힘내게힘냅시다예会长教导说，即使拥有的不多，但只要有爱就能分享。 We Love You 会员们秉承会长的教诲，不漠视邻舍的痛苦，与他们分享如母亲之心般温暖的爱。张吉子会长将如生命水般洁净的饮用水给予孩子们，给下一代的主人公们提供了健康的未来。为帮助因血液不足而受苦的人们，开展分享生命的献血活动。分享宝贵的生命火种的献血接力，正在全世界51个国家、198个地区进行。女性是生命的摇篮。张吉子会长开展着多种多样保护女性人权的援助项目。向处于福利死角的女性提供医疗费和生活费援助，帮助结婚移民女性回娘家探亲，以及援助多文化家庭的各种活动。会长为了帮助女性克服歧视，
与社会和谐共处，伸出了援助之手。儿童和青少年是下一代的主人公，张继子会长为了让他们能憧憬美好的未来，开展了各种援助事业。为了让孩子和青少年在贫穷中也不失去梦想，能够尽情学习，以母亲之心支援学校设施和捐赠教育物资。将健康的地球、可持续的环境留给下一代的全球环保项目。张吉子会长为了积极应对威胁人类安全的环境问题，通过气候难民活动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培养由大学生组成的全球环保领袖。要把清洁的环境留给后代的会长的 Clean World 的理念发展为净化城市、山岳和江河湖海的行动。全世界众人正在参与张吉子会长所开展的 Clean World 运动。为了解决随时发生的国际问题，张吉子会长举办全球座谈会和论坛，商讨紧急救助活动和援助方案。为了营造人类可持续的幸福未来，与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市民团体缔结了国际伙伴关系。以母亲之心拥抱全人类的张继子会长进行的国际和平协作项目，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联合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相一致，为全人类实现和平铺平了道路。为了营造所有人都受尊重的可持续的和平，张继子会长开展着全球福利活动。只要会长所教导的温暖的母亲之心都能传开，那么我们社会的冲突和纷争必会消失，和平与幸福将会持续，创造没有人感到孤独、没有人受冷落的幸福世界。张吉子会长始终站在此事工的中心，与我们同在。